真人 show 不嬲都系 Viu TV 嘅强项，继最后一届口罩小姐之后 ，Viu TV 再举办另类嘅选美比赛做美人，直指要挑战观众眼球。第一集将会喺6月7日晚播出，节目会利用化妆、梳妆、打灯、训练，甚至系整容疗程，帮一班参赛者后天变靓。节目组寻日更加在专页上载了16强参赛者的相，网友斋睇上已经一地花生了，因为16位参赛者都以超级吓人着的白色运动装上阵，将身形缺点表露无遗，而且各参赛者更加诚实讲明对自己不满的部位，更加有部分参赛者已经直认曾经后天加工，包括割双眼皮、隆鼻和打 Botox 等等，真是噱头十足啊。